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下面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那今天是7月3号12点多。那我们的苏龙秀双周副本终于出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打初级的遥不可及的愿望。小声一点。好，我给大家听一下进攻战斗画面音乐就好了。然后因为音乐会挡，所以我会把音乐换成其他的音乐。然后这初级什么用一对就可以了。我想一下啊，这个什么用？因为初级很简单啊。我想录的是主要是拍那个苏龙秀讲的对话而已。好，背景音乐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就关掉了。即使无人在努力，神州依然纷乱不休，人人意识被处，我们又能征战到几时呢？好，这个不要，声音不要。假如我拥有更强大的力量，或许……这边神州的话，应该额外的剧情才对啊。因为后来那个龙秀变成赤血者最强的王者了，大家有看布袋戏的应该是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把那个转速关掉了吗？转速的声音不见了。见到，为什么？对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关掉，然后，这样应该有了。有了，后面转录声音蛮奇怪的。那我监视处看抽了这么多张卡，很难。然后地狱级的关卡其实我打过了，那我没有录是因为我打超久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录了。因为我是用魔队去磨的，而且我运气很好，终于磨到了。超累的，超难打的。没想到。初级随便打就好了，轻轻松松。这通波就够了。这种7回合内火属性的成员提升2倍，敌人下回合扣除自己生命力100%。所以那种火属光火系的光，火队会比较好打，对了，没想到。其实这样子敌人会2倍吗？如门龙首是我龙秀。OK， 那这样要装什么？来认真一点。刚没有斜转到这边的光柱，右上角的光柱。滑鼠真的很难转。一页书给你去。我记得是人类最高攻击力。得到龙秀好友。
不要在这边唉声叹气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快与我一起前往异世界阻止七天帝。见识，都是这样求人的吗？哎，算了，我已习惯你们的无礼，即使七天帝再处三教顶峰，也该再次聚首。这不会跟之前的剧情一模一样吧？跟卷子剧情一模一样。好，我们打冬季啊。初级、中级分开录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打神魔之塔的硕龙秀的终极关卡，强大的力量。好，体力先恢复。好像只剩十三颗了，因为打天空之龙花太多了，这个天空之龙好像不值得拿到的样子哎。好啦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火属性的那些火属性容内攻击延长变有变四点五倍。不要这个。这是什么曹操哇。曹操有了，我太久没玩了。好，那就跑了。然后火队这个。世界竟充满不可思议的力量。OK， 就这样。话还真少啊。哎呦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够了。轻而易举啊！啊，对哈，忘记解那个成就了。印象关卡我不知道成就是什么，我刚没仔细看。糟糕。我们等一下再看你，你再打一次啊！有六颗，六康宝。这个要自己死掉，这样就好了。手肘这样，哎呀，没想到。这边两倍嘛，好像没什么反应，应该用水队比较好吧。通常第一初级都是七回合以内要结束关卡。有啊，应该有人被带走了。还没。对吧？啊，毕竟我带火系啊，火系没什么增加攻击力，打比较慢。只不过稍稍吸取少许力量，便觉得全身功力饱满，有种能把世界掌握在手上的感觉。或许今次，哦，还有成就一个，看一下，不会显示成就了。OK， 好，来高级分开路，
现在打高级了。火星啊，火星，火星好像没什么在用。我很好奇，假如有我死这一辆，会有怎样的结果呢？我想一试。春日龙吟，来，这样，哦，难得可以一次转那么高磅波。以前希腊队啊，超级 OP， 大家都想要抽希腊神。现在好像希腊神已经没落了，因为太多可以取代的队伍了啦。像什么最热门不是撒旦吗？撒旦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，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没玩一年了，应该是我没玩那阵子，大家都疯狂。撒旦是地狱起还是什么吗？没有去查。哦，这关是要你用火柱去盘消那个图形，要不然不会造成敌人伤害。没有新珠，糟糕。慢转，可惜没跌到。还几乎是为了补血而已。有时候紧张的，我蛮容易紧张的。想想有办法 ，OK， 这可以，这蛮简单的。OK， 漂亮，有了，这个可以带走了。这个可以，应该不用写技能吧？因为高级我也不知道关卡资讯在哪里，找不到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打。我不知道关卡资讯状况下面，直接挑战。六，应该不用写技能吧？刚才写过了，轻功，应该是不用了。哎，我刚没新珠这一盘没让它掉水珠下来，失算。哎，这样这样这样。这样OK。OK， 这个就出珠吧。排一下版面啊，
或者性两倍攻击。金色狂风冷之队对着冷风狂射，累积实力火符石才可以造成人家伤害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没有，不过可以天降啊，这应该还好。天降，哎，走开嘛，有了。好，我先不要用技能，因为不知道会有成就。OK， 那就这样。那这个排出不好。哦，那个燃烧是随机换位置哦。应该换一个 L 型比较好。都修转。哎，我这样转干嘛？我没有转到。如果快死，我还是会。算了，不用。这样。有，漂亮。有了，可以带走了。会不会得到呢？谁？第一次打高级就有了。果真超凡的力量，相较在神州的完整空力，无论力量更增长数倍之多。只要有这个力量，说不定连气垫地无疑也能独自对付。你屁呀、啊，这个东西哦。当初气垫地在霹雳的剧情是打。没有人可以打死他了，一夜出一只伤害到他，而且还用的最强的招式，最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，是用结界让他送他回去的。OK， 猴鼠队员，我们终于拿到龙袖了，漂亮，超稀有。随机将九力符石混合转化三力火强化三力水符石三力木符石，同时发挥水火木攻击时，当前性气力减少一二。然后还有五一吗？还有五一吗？好，哎，我们听一下语，听一下语音。有语音吧？有。欸，这哪一招啊？听不太清楚。好了，不管。好，然后超级会有剧情吗？我不太确定。超级应该也是有啦，不过超级有可能就看光卡资讯，要不然不太好的。OK， 好，那这集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有图案和音乐，欢迎到我粉丝页按个赞，也祝你最近消息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拜拜。